怎么样？左边、右边，这边。你不是没近视？有。六百度。啊，你是不是从以前卖鱼丸的时候，鱼蛋的时候就很喜欢做菜？谁卖鱼蛋？咖喱啦，鱼蛋。咖喱。妈，周深宇。我今天不是推车的。有没有上过小气大财神？有啊，大脚仔，他推车是卖咖喱的，是卖咖喱鱼蛋，不是咖喱饭啊，咖喱鱼丸是香港，对，来这个的，我一直印象中觉得他是在卖那个咖喱而已、哦、那咖喱怎么倒成？他倒怎么会说？你不说别还倒下来？下雨天，那倒下来怎么咖喱倒下来怎么倒啊？整桶倒，稍微这样。推车推上台阶倒下来，来，再手在你的右手，来再一张哦。姚明在他旁边，还高出两个头。那这些不正常好吗？姚明，来再一张哦。哎，你脸有很高吗？应该很高对不对？他那年纪。好，来，这样会打到人对。多一百。好，一二三，来，再倒背了。是说长一七，一七四吧，一七八。意思说你女儿会长一七八啊？我们右手不要这样放。哎，阿信，不老实啊，不然你靠你女儿就够了。Super Mario， 我要先牵起来。对 ，Super Mario。我来拍一张。那这颜色配一下，因为你要倒太多，免得他觉得浪费了。心疼。如果他。抽到胡椒粉，你知道关系好吗？没有找不到，他说抽胡椒粉给你。所以你那些下面有，因为我这个门还没开。对啊，因为开的我没有带。我没带来。开的让你，因为那里已经有油烟了、啊，对，这看来好跑，很难看。因为你跟我讲的要帮我加好多瓶那个，是蛮那种巨大的。哦 ，Costco 也不错，那个大瓶的，那个对啊，很棒啊，那都。没有，我是想拉袋耶。你这样突然间，你不用找一袋耶。你也不要每个都那个盘子就。好，然后辣椒粉。对。然后生辣椒。生辣椒。他跟我讲，他刚刚讲什么？在超市。在超市。那生辣椒要不要回去补拍一个生辣椒？我家没有桌菜啊，我自己煮。要不用点，回去补拍。我们自己拍，去买个辣椒来补拍。对啊，哦，辣椒多了，起码很多种啊。对啊，还有干辣椒、生辣椒、啊、青椒、黄椒、甜椒。那现在那么多，拍不完。你要不要拍一个那个补那些？可以啊，还是我在家拍。也可以，因为那个东西我吃的太少了、啊。还有其他罐呢、欸？啊，这个辣椒还多。我本来想说一种盗版，嗯，哎，这也是一种。对啊，像我们这样，然后不够盘子，盘子再多扛几个。没有，其实我觉得不要一个一个拍啊，一个一个拍出来之后，倒，不是不是，再倒出来。对，哦对啊，因为倒满的感觉比较好，是不是？好，哎，要不要？对好坏，我觉得都 OK。或者我也有一个透明的那个啊，然后还有这个啊，这倒开然后全部倒下去啊，因为这个比较亮。对啊，对啊，现在我们那天拍的那两个那个圆圆的，然后带回去的，就是 OK 了、啊，透明的不屌，我来出力。那放这边拍会不会看得出来？哪种比较好？就是、我现在我等下拿那边就是去背白底啊，是没差的，哪个材质都可以。哪个材质都可以。对。啊，这个也可以用这个装吗？可以啊。好、哦，我先用这个装。啊，这个白的就透明的算了。今天我现在在拌。香草类，然后辛香料，辣椒就有几种，这个是一个辣椒种，这也是辣椒，这个也是啊，这个也是，那是披萨用，哦，这是披萨用，哦，啊，这个是一般做菜用，啊，对对，是香草而已，弹性只有什么作用？是烧肉用的吗？好，那我们就要这个另外拍 ，OK 啊，辣椒另外拍一个，还有哪些辣椒？生辣椒，生辣椒，在超市。印度的，我很想砸你。然后枪，枪找我们谈合作，代表谈合作。我不想笑，真的很讨厌。真的很讨厌。这样是不是很好？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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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是不是很好？对
是不是就比较有感觉？对，人家在剪刀，剪刀喽，剪刀。看这个，我们待会我会再看看它有没有大盘子，然后有大盘子可以倒出来，你就先拍一个这样子的感觉。完全不想离过后，越来越缓了。嗯，他就越来越嗨。对，因为累。你不如再模仿一段，录下来更好。